众都一样，每一位都自我介绍一下。来来来，大家好，我是肖云。对，其实穿蓝色的呢，因为蓝天白云吗？粉丝现在其中叫云团，云团，云团。第二位，大家好，我是江一荣。江一荣的粉丝叫萤火虫，萤火虫。大家好，我是黄英。红歌，因为他们嗓子就比较厚实啊。今天呢，我们的三位呢，都好像粉丝来的都很多，有带来了礼物。趁着我们节目开始之前，赶紧送上来，好不好？送花，来来来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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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你是来自哪里？来自天津。天津是吧？对，天津的年章。好，不是你为什么要送人泥人章？东倒西歪的，因为这些泥人章跟我们的小黄莺一样可爱，对不对？谢谢，谢谢。你们的粉丝好像都不太懂事，比如说到每个地方的时候啊，要懂得对当地的这个镇主，比如说我都无所谓，你也知道，我不是那种人啊。但是对，我们也不要去什么礼物，但至少给个气球什么应该吧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来来也行。谢谢，咱们一块抱着来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跟三位一起来分享在这个夏天他们经历的点点滴滴。走，我们的月火超级彩蛋。快乐女声歌唱比赛前三甲，江映蓉、李霄云、黄英登陆超级访问现场，终极 PK。不得不看，江映蓉独家美声现场。李霄云首度英文歌曲现场秀，来吧，首次唱英文歌啊！真的，你在比赛的时候没唱过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黄英通俗歌曲 PK 不断，你会唱萧亚轩的歌吗？来来来，有话筒随便聊两句好吗？李霄云首度面对最年轻歌迷的无情刁难。黄英到金线出资料，火爆放映。我们这里有一段独家视频，你要不要先看一下？看完了以后，我们来聊一下。江映蓉更大胆爆料求偶条件。对，大家好，我是江映蓉。我希望他，娱乐圈最炙手可热的先锋人物，最劲爆话题，尽在超级访问。